我老说尽量少亲密接触，尤其是疫情期间，像我这免疫力差，又没有必要措施的。但是好多人喜欢看我说话，就忍不住要看这下鸭蛋的鸭子什么样。你看这哥们儿就是。唐老师您好，请问可以和您交朋友吗？我觉得这交朋友，咱俩不是在网上已经是朋友了吗？唐老师，请问您愿意交同性恋朋友吗？我喜欢您。这个人我不知道你是男的是女的。女的我肯定喜欢。男的看怎么个喜欢法儿，是吧？比如我喜欢巴顿，我喜欢隆美尔，我喜欢罗伯特卡巴，我喜欢海明威，我喜欢那叫什么乔治奥威尔，这都是我喜欢的，他们都是男人。但是我跟他们不是同性恋。同性恋呢是世界上的一个东西。我有一个好朋友，就是王二媳妇儿，王二就是王小波呀。我跟王二媳妇儿去过印尼还是马来西亚，印尼就是上千个岛还是上万个岛的那个赤道小国。路上我跟他学了好多。因为他是性学教授，中国最有名的性学教授，美国留学回来的社科院的，已经退休了，现在常住在威海，不在北京。比如什么 SM， 老有人就说外行话，说你是 S 还是 M？ 哎呀，这一听就是，看书去吧。我参加过一次世界的同性恋大会。是李宁带我去的。李宁那个衣服是世界品牌，就是说不是中国品牌。他在世界上也不知道哪儿注册的啊，就李宁。我曾经跟着他们去过巴塞罗那。巴塞罗那我不怎么懂足球。这就是巴塞罗那。这李宁给我造的一件球衣，唐一号。这唐一号就是1990年的那个巴塞罗那队的门将，他的。李宁现在把这球队好像给买下来了。我去的时候不知道要踢球，我穿了一破凉鞋，你看我到这儿把凉鞋脱了，穿上这门将的这个衣服，你看我这件衣服是 AGO 的 AGO 也是李宁的，李宁把法国的 AGO 买了，但是这个 AGO 呢只许在中国卖，就跟北京奔驰似的，不许出口，都叫奔驰，但跟德国那个产地的奔驰不是一回事儿。我里边穿的这 AGO， 外边这李宁全是李宁造的。这是李宁带我去西班牙。这都我在西班牙拍的，你看这个球场欢迎李宁。李宁好像把这个这儿都给买了当时。我穿着这个我在这儿踢足球。体育是没国界的。我们还赛了场足球，我是守门的，你看。在这个巴塞罗那的主场，这都是我的敌人。体育没敌人，比谁在规则之内比赛谁更高更强。这人腿真长，李宁。这是我。你看这个我还腾空呢，穿着凉鞋。他们给我拍的少，这是我赛完球满身大汗，你看看帽子鞋，我穿着凉鞋踢足球，最后干脆光着脚。这都是在巴塞罗那。门将一号唐，他们都穿着李宁的服装。这是比赛结束，这是真比赛啊！就是在这个李宁这场足球赛的时候，
世界有个同性恋大会，正好在西班牙开，我就去了啊。嗯，说太长了，下集再说。